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林高手，我是林玉凯。各位如你所见，今天的台股呢已经来到17986点，17986，离18000点只差14点，离历史的高点18034只差不到50点，这个叫做说过就过。其实我已经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说服你了，我想现在你看到行情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怎么看都看得出来现在就是超级多头，现在台股就是在找寻历史定位的时候。所以、好不好，我就不赘述了，这一张你自己看好不好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啊。外销订单代表基本面，9月10月的预估都创下历史新高，美股也在创历史新高，所有均线一致向上，多头排列，季线与月线黄金交叉，我说过少则800点多则可以涨将近要5000点。去年的行情再度重演，台股又首见最活络的12000金。各位这一张你自己看吧，以上六点如果我是昨天前天才告诉你的，你可以说我很烂，可是我是从十月开始，一个月前我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告诉你这些事实，一步一步加深你的信心，而且不断的预告不断的验证给你看，这样你还没有赚到钱是你对不起我啊。你现在没有赚到钱是你对不起我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假设你走在一条未知的道路上，当然你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很正常。可是如果说这一条路很多人已经走在你前面走给你看，我告诉你这条路就是安全的，这样你要怕什么？你要怕什么？你今天你要炒个葱爆牛肉，阿基斯就站在你旁边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几匙油几匙盐，你要挑选什么样的牛肉，什么样的葱，葱段要切哪里，火开多大，怎么翻炒，一步一步带着你做，你觉得最后做出来的菜你跟阿基斯的味道会差很多吗？至少也八九成相似吧。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件事情，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件事情，一样的路别人走给你看了，现在给你走你还不敢走，你在怕什么？你在怕什么？来各位，美股有没有走在前面给你看？我说过从四大指数创了八月份九月份的前波历史高点以来已经22天了， NASDAQ 已经16天了， S&P500 已经20天了，费城半导体最落后的它也创新高14天了。而且你注意这个14天是交易日，换句话说费城半导体已经创高3个礼拜了，道琼工业指数已经超过1个月了。好不好，我们看涨幅与台股相关系数最高的好不好， NASDAQ 4%，费城半导体呢 12.39%， 而且这个是突破上一次的历史新高，到现在已经涨了 12.39%。 如果台股从18034点再往上涨 12%， 天哪多可怕，天哪。美股有没有走在前面给你看？我有没有提醒过你今年的台股正在复制贴上去年七月，回想一下好不好，七月份台股创历史新高13031点，创高之后震荡3个月，这3个月看起来每每就是要转空了，可是每当你觉得它要转空它就 V 转，你觉得它要转空它就 V 型反转，接着呢11月创新高，今年七月台股一样创历史新高18034，也在七月份哦，接着震荡3个月，这3个月看起来每每就要转空，可是每当你觉得它要转空了它就 V 型反转，它就 V 转给你看，11月又开始走强了，这难道不是复制贴上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这整个大方向我已经帮你掌握到了，可是如果只是这样我顶多只是很准的分析师，我顶多只是很准的分析师，可是今天我不只是很准的分析师，各位这一行字我还是掌握度非常高的分析师，因为我不只为你预告台股会涨，我连涨的时间我都能够分秒不差的预告。十月中十月上半月很低迷哦，很惨淡哦，我有没有告诉你上半月下下半月上，有吧，回顾一下我们的影片好不好，十月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不好，十月上半月下下半月呢上，十月中在我们的10月15号这一天我告诉你的，接着10月底我用斗大的侧标告诉你10月闷
十一月喷呐、啊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？结果十一月的行情呢？来，有没有喷给你看？十一月有没有喷给你看？甚至我细腻到什么程度？十一月初先喷一波，哦，从这边开始先喷一波嘛，喷一波上去之后，有没有看到这边短暂休息几天？哦，这边短暂休息几天哦。可是在短暂休息的这几天，我怎么告诉你？我直接预告第二波的攻势什么时候启动？我用扣底的角度告诉你，只要均线全面翻多，第二波的攻势就会启动。各位，你仔细看哦。哦，当时唯一还没有翻正的是半年线和季线这两条均线，最后两条线在哪一天翻多的？在这一天。哦，这边你你用你的看盘软体看，因为这边字我比较没办法放大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11月11号季线都还没有翻多，直到11月12号最后一条季线翻多了，全面翻多了，到11月12号这一天，所有的短中长期均线全部翻扬向上了。11月12号这一天，接着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第二波的攻势果然启动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连喷五天，连续五天创新高，分秒不差，完全精准。这就是我的能耐，哦，这就是我的能耐。操作股票的，操作期货的，操作选择权的，你看这节目就对了。我要告诉你，接下来的行情还没完呢。接下来行情还没完，为了保障你可以第一时间去收到最及时，而且是最精准的资讯。请你务必好不好把我的 LINE 跟 Telegram 加起来， LINE at win 16888，小老鼠 win 16888，这个 LINE 可以和我本人和我们的研究团队做一对一的线上咨询，线上的任何互动都可以，留言给我也可以， Telegram win 88888，我们在盘中盘后以及假日都会有很及时很精彩的资讯要跟你分享， Telegram win 58。YouTube 频道林玉凯分析师，或许在中视的观众你认识我不够久，没有关系，我在过去这么长久时间以来我经营的频道好不好，里面至少一年多两年多的资料全部都在 YouTube、哦、林玉凯分析师，搜寻林玉凯分析师，按赞订阅以及分享好不好，帮我们加起来最及时最准确的资讯好不好，全部都在里面。那讲到这边行情大概讲差不多了、哦、下半段回来我们来聊一件事情，聊一件在未来两个月你最关心的事情，现在年底了嘛，哦，怎么样，年底了，准备要领年终奖金了。各位，今年年终奖金你想领多少？20万怎么样？50万好不好？如果领到100万，各位你会不会很开心？下半段回来我们的重点就是如何让你今年的年终奖金可以在短短的65天之内领到100万。吃个点心，喝口水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大家好，你有口臭，口臭是因为火气大。正记加味消滞丸，特别增加黄连解毒汤。嘴干、嘴臭、嘴臭，嘛就好。便秘搞回去，正记加味消滞丸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及大盘，摩尔坚持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从研究川普到风尘仆仆，追根基本面到深夜吃泡面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，名闻遐迩。欢迎来电，0800668085，0800来来帮你帮我。发烧、肌肉酸痛，及早服用有鹿胺摩一定。你有想过你一天中要走多少路吗？照顾孩子，工作事业，在忙碌的日子里四处奔波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脚了呢？你需要的是居家足疗师傅来帮助你，日虎自动滚轮泡脚机，让你就像请了一位足疗师傅，一回家就可以享受最舒服的泡脚按摩。我是阿福伯，咱有泡脚习惯无？咱若是讲有泡脚习惯哦，咱就知影泡脚对咱人的身体偌哩重要诶。咱的脚底若甲顾好，咱的身体自然健康。从此时代，兄弟姊妹，
有想要买一台无？若要买，就爱买这台咱银行自动滚轮的泡脚机。第一，汤啊新悬；第二呢，自动的滚轮设计；第三，温度会当控制，伊效果当然就是这么赞。脚要顾得好，就要靠日虎自动滚轮泡脚机。它有着市面上最高52公分的桶身，从脚底到小腿都能泡到。自动按摩滚轮以及冲浪按摩水柱功能，能全方位按摩刺激足部穴道，帮你驱赶寒冷，养生保健。因为我们人平时长时间的站立活动，让我们的脚受到很多的压力，加上风前入侵的伤害，退化几率很高，所以我们才要用热水泡脚，让我们的脚得到舒缓，促进身体的健康。在脚的部分，经络有6条，有60多个穴道。我们泡脚就是可以刺激这些穴道，调整身体的机能。长时间做下来，就能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。泡脚是居家养生中最好的方法，每天花个20分钟，让自己在家里好好的泡一泡脚，省去去外面足疗足浴的花费，省去提水换水的麻烦，就用这一台日虎自动滚轮泡脚机，为自己以及家人做最好的居家养生保健。下半段回来，又到了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好像美少女战士。来，各位，这个奇迹呢，并非远在天边，而是近在你我的眼前。掌声欢迎微风电子。各位，今天微风电子继续突破历史新高，来到610元，亮灯涨停板。事已至此，到今天为止，我与我的团队，我们是以非常兴奋的心情迎接着这个快乐的周末。可是我知道你，不要看别人，我说的就是你。你是抱着悔恨扼腕的心情迎接这个周末，除了可惜，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。从6月份开始，这一档我一直提醒你，它就是我们的核心持股。当时它还只是一档盖牌股，我把它取名叫做渠道。它还只是一档200多块的股票，我已经预告了。预告什么？我说你真的要相信雪红阿姨。虽然当时她股价才200多块，可是她是挑战1000元的股票。老板非常会炒股票，你真的要相信雪红阿姨。果然，短短的一个月过去哦，你看一下时间哦，6月哦，微风从多少？来，从200多块，6月份200多块涨到500多块，从200多块涨到500多块，已经涨幅超过1倍。你的人生中有几档赚超过1倍的股票？也许一档都没有。但我与你的不同地方在于，除了我有赚1倍的股票之外，我认为我还没赚够，因为微风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。当然，它跟台股一样，中间也经历了大约3-4个月的一个震荡期哦。来，我们把它这样拉开来看，有没有？哦，这边也是有一段哦，3-4个月左右的一个震荡期、盘整期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哦，当然也不要浪费嘛。所以我在上个月我很清楚的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你在这边上下左右画一个框框，你会发现400块是一个支撑，550元是一个压力。你在这个当中来回操作，来回操作，400左右就买，550左右就卖，你这边来回操作，你可以至少可以赚个2-3趟，没有问题。我在10月份的时候，我也很清楚的跟你分享微风高档震荡的操作策略。但是时间到了11月5号的这一天，我告诉你，我闻到了不寻常的味道。过去几个月，微风电子的营收是月月创历史新高，但是都是营收一公布，股价见高点，表示许多的知情人士都利用营收的利多去做短线的价差。但是这一次，在10月5号的当下，各位你可以看一下哦，营收公布的前夕，股价反而连续做杀盘。股价反而是见低点，可见筹码一定有问题，所以我开始找原因。而且我找到原因之后，我也不尝试在节目上跟你分享这件事情，我直接了当的告诉你，这一波主力正在压低吃货，他准备要干一票大的。哦，前几个月他都是靠这种营收，这个叫蝇头小利嘛，他赚小的，探碎屌哎，这次不一样，他这次要赚大条的。所以你买在这里，你除了有筹码的优势之外，他也正好，你们发现？也是区间整理的低点嘛，区间整理的低点基本上已经确保不败之地了。果然
好不好？来，这10月12号哦，营收公布，我是请你买在这里，营收公布先喷两根，一根两根哦，先喷两根，喷完两根呢又休息了。为什么休息？因为他在欺骗全市场，他在欺骗一大堆自作聪明觉得威风遇到压力就上不去的人。刚讲过威风的支撑在400块，压力大概在550块左右嘛。所以各位涨到这边、哦、大概540块，将近540块的位置开始回档，回档一天两天三天、哦、你跟全市场的人已经被说服了，觉得威风540块是过不去的。但是当下我怎么跟你说，在11月12号这一天我怎么告诉你，我说他骗不了我，因为我对他的掌握度太高了。上个礼拜我斩钉截铁直接了当告诉你，这种三根啊，这就是洗盘，洗短线客，洗自作聪明的人。当所有人都认为540块过不去，你只要看量能拉回到3000张左右，它就会冷不防的创新高。量能只要拉回到3000张左右，它就会冷不防的创新高给你看。各位，所有的条件数据我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就叫做掌握度，好不好？掌握度本周一，好，我们这个字有点小，你可以去看着你的看盘软体，你告诉我本周一威风的成交量是多少。来，我尽可能的放大一点点给你看哦。来，有没有看到本周一威风电子的成交量是3162张哦，算是这一波的最低量嘛，这一天哦最低量嘛，3162张。接下来奇迹发生了，3000张出现了，隔天呢开始大涨，礼拜二亮灯涨停哦，跟着礼拜三亮灯涨停，不但突破了原本的整理区间540块550块，也改写了历史的新高。接着昨天继续创新高，正当你认为行情走到这边已经很神奇的时候，奇迹往往是接二连三的。所以今天的威风电子继续涨停板，继续改写历史新高610块。现在的你下巴有没有掉下来？太神奇了。我来重新帮你定义掌握度这三个字，好不好？就如同大盘一样，我说11月喷它就是会喷，我说等到所有均线翻正，第二波的攻势就要启动，11月12所有均线一翻正，11月13号就开喷，连续五天创新高。而我说威风主力要干一票大的，它就真的创新高给你看。我说等3000张出现，它就不会是2000张或5000张，标标准准就是3000张。我相信对行情也好，对个股也罢，有这种号称超过100%掌握度的分析师才是你要的分析师，不是吗？为了证明我所言不假，好吧，各位，这个我在节目上就从来没有提过，因为这一季我有参加这个工商时报的选股比赛。来，各位，我一路走来是始终如一的哦，想什么就做什么。来，我放大给你看哦，这是工商时报11月14号威风电子。再来往下看最新的本周选股威风电子，连续两个礼拜我将威风电子放在我工商时报的选股组合当中、哦、请你看一下重点，连续两个礼拜，上周跟这一周我的选股始终如一。你可能觉得说哎，节目上都你在讲哦，可能你这移花接木造假。各位，这工商时报，这是工商时报，工商时报会造假吗？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现在行情真的不一样了。我十月底就说过，这个月我在十月底的最后一天我就帮你定掉，这个月绝对是高价股的天下。这个礼拜我们首度见证台股出现历史的12000金，我也一再提醒你，高价股就是现在的主流，主流嘛。之前我们分享过的很多股票，它原本只是低价股，可是现在慢慢慢慢每一档都成为了三位数的高价股，不是吗？好不好？各位，光照今天也亮灯涨停嘛，又创新高了。我刚开始跟你分享光照的时候70多块，一转眼112.5元。泰鼎有没有公开分享？原本从低价股七八十块的股票，现在呢
112.5元，也成为高价股。强茂，各位，原本那个时候我不再跟你讲说，哦，你要当心百元一开始站不稳，后来站稳之后我就跟你讲不用担心了，就算往下杀，我也跟你讲，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出场，不是吗？今天强茂115.5元，汉磊八九月讲到现在，从原本的低价股，各位你看它原本是多低的低价股，六七十块、八九十块一路上来，今天也165块了，不是吗？每一档不是都是从低价股慢慢喷喷喷喷喷喷到变高价股吗？总是如此的，总是如此的，高价股只会越来越多，低价股只会越来越少，甚至我还帮你整理出高价股的天龙八部，哦，天龙八部，威风电子有多强，我就不再赘述了，哦，其他几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哦，耀登、同心电、嘉泽这些的，来各位。嘉泽不强吗？哦，这耀登哦，更正，耀登不强吗？一路这样子，150块涨到260几块，不强吗？6271同心电，今天创历史的收盘价新高，昨天创历史新高，今天创收盘价的历史新高。十月底跟你分享的好不好？嘉泽，嘉泽折价，嘉泽，各位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最后一天在这里，575块涨到721了，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涨了100多块的价差，一张可以赚10几万。天龙八部哪一档没有喷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回来这张来看，我们还有三档没有公布哦，三档还没有公布。这一档隐藏版的元宇宙概念股，我偷偷告诉你，它昨天今天都创新高了，你再不把握你就继续慢慢来吧，你看它会不会等你。那如果说你是真的 OK 小资族高价股，你真的买不下手，我也勉强不了你嘛，我还是想尽办法帮你整理出地虎六杰。你买不起天龙八部，你买地虎六杰嘛，建汉、台阳都是老朋友了。各位你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简单带过就好了，9月16号的台阳、哦、小太阳、中汉良，垓下之战后建立汉朝，9月26号的建汉，来我们快速看建汉，各位，这里啊，9月26号在这里啊，涨了多少？110%以上。台阳在这里啊，9月16号在这里啊，一波上来拉回再上，超过60%。这完全都不用讲，你自己去对照时间就好了。你加我 Telegram， 加我的 YouTube 都可以，自己去对照时间。台阳涨幅超过60%，建汉涨幅超过110%。其他几档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除了建汉、台阳之外，这一档啦，金银权之争概念股，它礼拜一创新高；这一档小金鸡概念股，它礼拜三创新高；这一档储能加新链计划双题材概念股，它昨天创新高；这一档主力索马的底部起涨股，礼拜三我在我的 Telegram 公开的买给你看，我还告诉你好不好？我把它取名为乔峰恩师，一买就现买现喷现赚。又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又是一次的现买现拉现赚。重点是礼拜三当天现买现赚也就罢了，今天盘中我不是发了这封讯息给你吗？早上10:05，我说恭喜各位，周三尾盘买进地虎六杰中的主力索马底部起涨股，当天就现买现赚，昨天继续垫高，今天再度大涨创新高，又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好不好？你会发现当全市场都在追捧元宇宙，我有没有去蹭热度？其实没有，我也告诉过你，元宇宙我就这么1001档，3504阳明光，当时好不好，112块、110块的时候我跟你分享的，你看一下，除了阳明光我几乎没有元宇宙的股票，到今天呢154块、哦、大概也获利40%多，将近50%，所以我不需要靠元宇宙，我不需要靠元宇宙，因为光是我的天龙八部和地虎六杰就够了。上半段讲到如何让你今年年终奖金可以在短短的65天之内领到100万，你不用靠别人，靠你自己就够了。这个养成计划很简单，你是高资产族群，你资金300万以上，我带你操作高价股天龙八部。如果说你6月份200多块，你跟着我买3张威风，现在你赚不到100万吗？随随便便再挑一档好不好？隐藏版元宇宙概念股，我说它是700-800块的股票，可是我告诉过你它会成为千金股，
保守估计它要涨个三四百，你就买三张就好了，三张，三张，一张涨个三四百块，一百万年终奖金落袋很难吗？那当然小资族辛苦一点，也许你只有三十万五十万，你要赚到一百万有难度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可不可以让自己先晋升为百万阶级、百万身价？也许地虎六杰当中，我们只要找到下一档建汉能够赚110%，你的五十万就变成一百万了，不是吗？小资族瞬间成为中产阶级了吗？回过头来，为什么是65天？从今天开始到农历年封关，大约将近70天。我这个专案下周一二就会结束，因为我要利用这最后的65天，帮你全心全意拼绩效，赚到你的百万人生，赚到你的百万年终奖金。你想要跟着我一起赚百万年终的各位，百万年终的养成计划，请你加入我的 LINE at win16888， 小老鼠 win16888， 直接在我的 LINE 留言65天，在我的 LINE 留言给我，留言65天，我来告诉你如何利用短短的65天再次的创造奇迹。或者你也可以利用广告时间直接拨打电话进来，百万年终养成计划只需要65天，加入我的 LINE at win16888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